又被卡瑞一把。内容可以攒死了。要不说你被压多惨了。当看十秒吗？你这个被压。Check 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，是为什么你要叫咪咪但不要碰你啊？因为他那时候握着我的手唱情歌，然后我觉得很假，所以我只好我真的要叫他拿开手，不然真的不太行。要好好的拒绝一下咪咪但好了，还是今天还是非常欢乐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现在目前团队气氛还不错，还行吧。面对下一周有。